为了让大家能够拥有更好的舞台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准备释放一些分贝给各位。分贝飞花令，五位嘉宾自由组成两队，交替回答问题，答错答不上则对方小队获得四枚分贝，游戏总分贝归五人所得，优胜的小队将获得惊喜礼物。都这样了，我是不可能离开你的。我跟小鱼一组。不能够，不能够。我跟圆圆吧，我们这个中老年歌手一组。对，然后我们仨一组。对，接下来两个组分别给自己的队伍起一个名字，并说出自己的口号，可以跟对方互放狠话。我们都快40岁了，还要给别人互放狠话。你们就别想赢。Why doing that? Why? 放狠话吗？我们是什么组合？我们是臭弟弟组合。你们是臭弟弟，那我们相拍拍好了。好，我们想好了，我们的队名是臭弟弟，我们的口号是臭弟弟不墨迹。对，我们口号你觉得什么？香拜拜，脚歪歪。来吧，就这样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的组合是香拜拜，我们的口号是香拜拜，脚歪歪。